这么一天啊，
那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绝对是就是这一生当中啊，有可能两年以后啊，有可能是五年以后，有可能是二十年以后啊，这个要看，有可能是二十年以后还不是啊，这个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心啊，修心的这个力度啊，修心的力度。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啊，在这个生活上啊，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这个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精力啊当中，如果20%啊能够用到这个修心上的话，那我们啊。什么时候啊？我们去度一切众生这句话，什么时候适合我们呢？我想应该是很快就会适合我们啊。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啊，只懂得为了现实啊，付出很多很多很多啊。我们不懂得啊，为了更长远的目标付出什么？我们不懂得，我们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啊。当下，就看得见的啊，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们特别特别的啊用心，很专注啊，这是因为我们是济公金鼻啊，所以明天的、明年的、下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利益啊，我们特别特别的看得重啊，特别看重，特别的重视，然后呢，再以后的。啊，比如说下一世、再下一世啊，这些我们不太感兴趣啊，很多人不太感兴趣。我们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就是现在的利益、当下的利益啊，这个我们非常的感兴趣啊。还有一个我们感兴趣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啊名利啊，我们非常的看重啊，包括学佛啊。也是我们为了现实生活啊，为了现实生活去烧香、去拜佛、去求佛啊。那为了超越这个生、这个啊现实，那我们基本上不愿意去付出啊，基本上不愿意去付出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没有，我们没有远见啊，没有远见。树木春光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的就这么小小的一个阶段啊，如果在这个小的范围当中有利益啊，然后我们去啊拼命啊，除了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啊，我们不感兴趣，这个就是，这就叫做反复啊，反复，为什么叫反复？就是因为这样子，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所谓的崇高的理想，实际上都不崇高啊，都不是什么理想。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出不去啊，走得再远，最后还是要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那么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啊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啊，提高我们的目标啊。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目标啊。但是我们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压力啊。我们认为这就是压力，我们不认为这是机会。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机会以后呢，然后有我们没有去啊去珍惜啊，然后我们有。往下啊走啊，走到最下面，然后又往上跳上来啊，浮到这个轮回的这个海面上啊，然后海面上，我们浮到海面的时候呢，有机会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把过去的所有的经历都忘掉了啊，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啊。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
所以有这一次的机会又被浪费了，然后又往下掉啊。那这叫做轮回啊，轮回。有些时候我们掉到轮回最低啊，就是低于恶鬼啊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呢又回来了，回到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人和天人啊，天人的无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啊，就是算是最高的地方。那我们到了最高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那我们过去的这些全部忘掉了，已经，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如果我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的这些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那我们这一生是一定会有功的啊，一定会非常非常有功的啊，但是。最遗憾的就是我们把全部忘掉了啊，忘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不懂得啊，我们把机会就当作压力来看啊，最后我们走的时候呢，就一无所有，还是两手空空的回去啊，这叫做失败。真正的失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讲很多很多的什么什么成功啊，所谓的成功啊是什么呢？就是物质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就认为这是成功。当然这个从某种角度讲，这算是一种成功但是呢这种成功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没办法带去任何的东西，最后还是会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每当我们走的时候，然后就背了一大堆的业罪业回去没有带，我们没有带更好的东西。所以呢，希望大家我们这一生呢，这一次呢我们大家都不要这样子回去，我们还是带一点东西回去要不我们就带出离心回去要不我们就带菩提心回去那更好的当然是真空心呢那是最好的了我们就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佛法还在好在我们来的时候这个佛法还在，虽然是魔法时代，但是还在还存在那我们走了以后，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是不好说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都不好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虽然不是根基不一定是很好，但是呢我们还是对这个佛法有信心最起码我们对佛法有信心，我们懂得去修，我们还是这个跟不信佛的人比较，那我们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生当中呢，大家要争一口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成佛就是我的目标成佛的目标就是度众生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这个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我们有这样子的目标，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目标，实际上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去烧香拜佛然后就参加太多太多的这些商业化的世俗化的这些活动，没有太大的意思，告诉大家没有太大的意思不但是没有太大意思，前几天也讲过我们佛教你们佛教徒也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样子的新式化的东西然后我们出家人，我们寺庙特别的喜欢这样子的商业化的东西然后我们把新式化和商业化的这些活动来代替这个文思修行真正的佛法文思修行的这些活动都被这些商业化新式化的东西取代了取代了以后呢，我们表面上还有很多的寺庙金碧辉煌的那么里面真正的佛法有吗？什么叫做佛法懂吗所以
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就很快佛教他自己就消失了，不存在，最后就不存在，最后就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啊，就一个表面的这些。然后呢，我们可能老一辈的老一辈的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佛教徒，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啊，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啊。但是老一辈的人很快就走了很快就会走掉了然后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些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钱挣钱不需要去求佛他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挣钱，自己去工作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识化的这些东西它也没有市场了没有人理它那真实的东西呢，我们本来就不传播，大家不重视那这样子的话，不就佛教不就没有了吗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从此以后我们这个佛教徒尽量的去了解佛陀的本意本意是什么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要为了就这么一点点的钱，为了这么一点点这个物质的财富，把佛教的真正的佛陀的思想淡化，甚至是没有因为出家人不去弘不去弘法整天就是搞这样子的形式化的东西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我们大家的罪过所有人的罪过，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看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在讲什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佛经韩文般的大藏经，看看非常非常圆满的现宗密宗都有所以这些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不学呢，为什么不穿呢为什么点点滴滴的就落实一点点呢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重新要反思我们的学佛的方法对还是错我们应该大家去反思，我觉得这个我们所有佛教徒我觉得需要反思我们现在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的佛教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懂得这些烧香拜佛然后呢，真实的佛教的这些教育没有的，像新加坡这样子的地方，应该有传非常系统的佛教的教育，应该有可以有的但是也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大家要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佛教的教育呢？这原因在哪里我们很多的寺庙就很多时候就举办很多的法会，搞得非常的隆重搞得非常的隆重，表面上，但是里面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能说全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商业化的东西，用佛教来包装商业模式商业化，商业化的东西用佛教来包装不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吗为什么要参加这样子的发挥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我们为什么这么愚昧？因为我们没有学到佛的思想所以我们大家都变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寺庙大家都去搞这样子建筑，外面的建筑很非常非常的金碧辉煌但是里面有几个出家人呢几个出家人当中有解定慧的有几个呀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大家都要想办法，佛教它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智慧一个方法，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些商业化的东西来取代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呢这个不对的，所以佛教徒要支持
啊，佛教都要支持，就佛教还是要必须要头脑清晰，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佛法啊，什么是不是佛法啊，什么是用佛教来包装啊，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参加啊。那不参加，让我们去干什么呢？就是要抓住啊，抓住这个佛教的核心啊，佛教的核心。我们讲过什么是佛教核心，很简单，两个字，慈悲，就这两个，智慧和慈悲，这是佛教的方法的核心啊。智慧和这个大悲啊，叫做慈悲，慈悲双运啊。那这个我们未来啊，这个社会非常非常需要的啊，人类一定会越来越需要这个东西。佛教的慈悲啊，佛教的平等啊，平等实际上就在这个慈悲里面了 四无量心里面已经有了。佛教的这个平等啊，这个慈悲啊，佛教的这个智慧、人生真理佛教的这个佛陀要求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模式啊，我们这21世纪以后啊，未来。越来越需要啊，越来越需要。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的很多很多的啊，佛教的东西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这个服务全人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信仰，不管你有信仰没有信仰啊，佛教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把好的东西都丢掉了，没有了，大家不重视了啊。这样是不对的，是对不起佛陀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对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太感兴趣啊。有些时候，偶尔你们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些活动，没问题，可以的啊。不管是商业化的也好啊，不管是这个形式化的也好，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下也可以啊。尤其是有些人呢，还是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啊，有些时候可以。但是我们把整个的佛教，把这个就当成佛教，没有别的东西啊，这个非常的遗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大家学不学佛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权利。一旦学佛的话，希望大家。学一下佛教的这些珍贵的这些佛教的真知真见啊，真知真见，否则的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家都在破坏佛教啊，我们没有弘扬佛教，我们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啊，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好，这个就是我们首先给大家讲我们今天停课的目标停课的目标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工作顺利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崇高的目标的话，那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健康、长寿、发财、工作顺利，该有的都会有的该有的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些才会有该有的都会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没有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呢，我们也不修心，然后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去临时抱佛教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健康不一定能够长寿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要把什么是佛法，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呢，是希望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佛教的寺庙，还有所有的我们的佛教的宗亲无论是规模大和小哪怕是5个人、3个人也好，应该有一个文思修行应该有个文思修行，这才叫做学佛如果没有这些文思，没有文，没有思，没有修，什么都没有，那这些中心有什么用？没有用。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这个要接受佛陀的教育啊，我们要看看佛陀怎么说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看得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好，这是首先啊，讲课之间啊提醒一下啊，希望大家法不离行。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啊，今天的课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了啊，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我们昨天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讲啊，如何明心见性啊，如何明心见性，我们怎么样去明心见性。昨天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有这个佛，有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啊，不是观想佛，我们不是这个念佛，天天都这个观想到佛，天天都祈祷，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的本质本身就是佛啊，本身就是佛，这叫做啊佛祖在心中啊。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佛，它本来就是佛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我们要明心见性的话啊，明心用什么啊？用什么东西来看见啊？见性，性就是我们的本心，佛心、如来藏啊，就是性啊。那用什么东西去见啊？见去感受它呢？比如说这一朵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感受，不是用我们的耳朵去感受啊，用我们的眼睛去感受。那么我们昨天讲的啊，我们心中的这个佛，我们以什么东西去见它？用我们的耳朵啊，用我们的眼睛去见啊，用我们的耳朵去见啊，还是用什么东西去见啊？这些都不是。就像《金刚经》说的一样，如果我们认为佛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啊，是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的，是用我们的手去可以接触的啊，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就是啊，这就是错误的。佛不是这样子啊。那佛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见？用什么东西来见呢？啊，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器官，就不就这么几个眼耳鼻舌身吗？还有什么呢？我们用什么啊？这个用什么东西去见啊？那就说我们需要有明心啊，我们需要有明心，有明心再去见行啊。那么明心跟这个见性的心有什么区别啊？这两个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啊，我们讲四圣谛的时候啊，讲四圣谛的时候，当成佛教的四圣谛的时候，明心见性四个字里面的最后一个心，本心是属于灭谛啊，灭谛。四圣谛里面的灭谛，然后明心见性的明心前面的两个字，就是属于四圣谛里面的道谛啊，道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有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就像这朵花一样啊，去了解，所了解，所感受的是本心，是佛心啊。那以什么东西去感受呢？以明心去感受它啊。为什么要用明心去感受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再加上我们的意识啊，就这六个啊，他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内在的这个佛心啊，大家感受到过吗？没有啊，我们的眼睛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我的内心当中有什么佛的存在，我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内心当中有什么佛的存在，我们没有啊。它本来就不是用我们的这些感官去感受的，感觉不到的，它接触不到啊。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全部看到啊。我们的感官啊，俗话说啊，眼见为实。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不是眼见才为实啊，我们眼见的很多很多不是真实的啊，是假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都是假的啊。然后实际上存在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啊。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光啊，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光，没有光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的啊。但是呢，无理学的这个光谱上面的啊，可见光，就是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光，就很小很小一部分啊，就中间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上面的看得到，上面的就叫做紫外线啊，紫蓝色以上的光我们看得到，紫外线啊，下面的红外线，红色以下的光我们看得到啊，紫外线、红外线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一点点的光啊，其他的我们都看不到，但是都是存在啊，都是存在，那我们看不到。还有比如说啊，比如说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刚才三个小时之前啊，有一条宠物狗啊进来了，然后走一圈就回去了啊，或者是一个人啊从这个门进来走了一圈回去了啊，那我们三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去看这个人留下什么东西没有，我们觉得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啊，他走了，来了就走啊。那这个地砖上啊也不会有脚印啊，如果石头上他能够踩出脚印，那他是成就者啊，没有脚印，那其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在三个小时以后有一条狗啊过来看一下，他就看到这个人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气味啊，狗的鼻子啊，能够感觉到他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人就觉得他没有留下，什么都没留下啊。来过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狗知道啊。所以呢，我们存在的很多很多，连狗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说我们是高级动物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泛人类啊，这个是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感官很多啊，都是很迟钝的，看不见。但是实际上这些很多东西啊，都是存在的，我们看不到。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啊，都实际上都是不存在，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所谓的这个眼见为实啊，这个只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相对来说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是没有办法啊感觉到。我们的内在的这个佛啊，佛心，他没办法感觉到啊。他不但是感觉不到啊，这个佛心，我们刚才讲的连啊狗的鼻子啊能够闻得出来，能够找到的东西，我们也找不到啊。还有很多动物的眼睛看到的，我们人看不到啊，我们人看不到。
我们就在这个红外线、紫外线中间的一部分以外都看不到的。但是有些动物呢，它可以看得到，至上至下的，它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啊，就看不见我们内在的福报啊。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去看呢？就是需要明心啊，说明心才能够见性啊，明心才能够见性。不是我们的耳朵可以见性，不是我们的眼睛可以见性，不是我们的意识啊可以见性。那明心是什么叫做明心呢？啊，这明心从哪里来呢？我们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明心啊？不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明心是什么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意识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训练啊，训练训练训练啊，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啊，他的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这些啊，错误的这些观点啊，慢慢的就过滤了，都过滤了，都放下了啊，然后他越来越纯净啊，越来越纯净，最后他就啊，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啊，比较这个有智慧吧，有智慧。那这个时候，这个心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啊心的本性，他就能够看到啊，这里有一个。有一个佛心，就像它就像 X 光一样的啊 ，X 光就透过我们的皮肤，透过我们的肌肉，它可以直接可以达到啊人的骨头啊，所以它范围的光就可以看到人啊，可以看到人的骨头，嗯，但是其他的光啊，我们其他的光它没有那么的穿透力啊，它没有那么穿透力，所以呢。其他的光就打到皮肤上，然后就穿透不了肌肉，穿透不了皮肤，然后就光的反射，我们只能看到皮肤啊，看不到里面。但是 X 光它可以的啊，它的穿透力不一样，所以它看得到，其他光看不到。嗯，同样的，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现在的这个意识呢？就像这个普通的光一样啊，它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表面，它只能看到我们的内心世界的表面，它只能看到这一点，嗯，啊，其余的它看不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佛教的大足修禅定的方式，把它啊净化啊净化提升。提升到一定的时候啊，提升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明心啊。原来是不明的，原来是叫做无明的心啊，原来是叫无明的心。现在这个无明慢慢不存在，最后就变成了啊明心啊。它现在没有无明，就叫做明镜啊，明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就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本心啊，所以叫做明心啊，见行啊。那这两个的区别就是这样子，见行就是行就是佛心啊，灭定大乘佛教的灭定，嗯，它永远都是存在的，无始以来就存在啊。然后后面的啊。明心啊，它是不是无始以来就存在呢？不是啊，它不是无始以来存在，它通过我们的学习，通过我们的大作，慢慢把我们的这个无明的心啊，逐渐的变成了明心啊，所以它不是无始以来就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明心见性的。最后一个啊，子它是永恒的啊，它是如来藏啊，它是永远都存在的。嗯，然后明心头两个字啊，头两个字它不是永恒的啊，它是无常的，
它是属于这个属于不属于这个灭敌，它属于道敌所以它是无常的无常所以它慢慢的从无明就变成了明心然后呢它明心就开始感受到了我们心的本心然后逐渐最后成佛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道敌和灭敌完全是融为一体，没办法分开这个时候就不存在永恒和无常的分别，没有这样的分别，完全是融为一体，这叫做成佛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个佛的这个智慧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但是现在理论上我们知道了，理论上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纯洁的一个永恒的这样子的心佛心，实际上我们的心跟佛的智慧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我们暂时没有发现而已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前我们不认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心就这个变成明心我们的悟明的心，以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叫做悟明的心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知道了那慢慢的开始变成明心但是呢现在还在停留在这个理论的阶段理论阶段，我们只是理论上明白而已还停留在知识的阶段知识这是一个知识而已，理论知识，书本上的知识而已然后我们要去大作大作了以后呢，慢慢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感受开始有感受了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理论而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体会，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考书本我们不要书本禅宗不离文字不需要书，不依靠书，为什么呢？他一开始就强调内在的感受体会所以他不要这些书但是呢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书，比如说我们过了河以后不需要船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达彼岸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依靠船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慈庵还在慈庵，所以我们需要穿，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这些书书本，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些书本不要了不需要书本我们就可以自己走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心变成明镜那我们的心怎么样变成明心，这个就最关键了今天我们讲的最主要最关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无明的心怎么样把它转化为明心明心这两个这个我们昨天提问的时候也讲过了，佛心就有两种佛心两种佛心，一个叫做这个自然的自然存在的佛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明心见心的心，就是它是无始以来存在的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佛心是我们通过闻思修获得的佛性这个就是明心
啊，这种明星，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啊。现在我们学习了以后呢，才有啊，才有这个，才有这个心啊，明星。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有这个明星呢？首先啊，我们不一开始就啊，一开始就是这个啊，像啊，一开始我们就啊，就像啊，爬得最高，一开始就去学习大圆满，修大圆满，修这个啊禅啊禅宗，嗯，这样子的话，绝大多数的人啊，80%-90%的人啊，或者是90%-95%的人，都会失败的啊，都会最后还是回来的，乖乖的从零开始的啊，都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我们以为有一个啊快捷的路啊，有一个快捷的路。我们认为啊，我们世俗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后门走的啊。那我们觉得佛法也应该有的啊，所以我就啊，所以我就跟某一个上师或者是某一个活佛跟他靠得近一点关系，拉好关系，所以我就不需要修那么复杂的东西，我就可以走啊。很快走路，嗯，但是没有这样子。最后我们发现，关系再好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其实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要走的啊。最后我们会发现啊，所以我们首先啊，我们的心要变成明镜的话，首先请大家重视啊闻啊闻，去听闻佛法啊。佛教里面讲的很多的世界观，很多的人生观，我们从来是没有听过的啊。我们在大学里面的这个学历再高啊，学历再高也好，全世界一流的这个学生，从哈佛毕业的啊学生，他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佛教的这些啊世界观和这个人生观，嗯，所以。世俗的学历再高也好，如果我们没有去学过佛，没有去读过佛书的话，那这些观点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啊。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听闻佛法啊。希望大家以后呢多花一点的时间啊修啊，去闻思啊。还有我们赞不上佛教，在新加坡也有很多很多的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啊，希望在这个中心里面的啊这些主要的理事啊，理事，我们不是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个理事会吗？啊，希望理事重视文思修啊，你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个中心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啊，价值是什么？不要以为我们啊，这个中心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地方搞一些活动，然后多捐一些款，然后拿到别的地方去修什么闭关房啊、公审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当然这样子，如果有这个啊能力的话，我们可以这个这样子的赞助，这样子的啊捐赠，当然是很好的。佛陀时代就有啊，我们去公审，我们去这个。帮助文思真正的文思修心的人啊，实际上也是对佛教的贡献，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在积累功德，当然是可以的，嗯，啊，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些中心在这里的价值是这个，那就是错了啊。所以所有中心的理事会必须要慎重的去啊考虑一下，这个中心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啊？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他应该去干什么啊？他应该去做什么啊？任何一个中心啊，不管有几百个人也好，几千个人也好，几十个人也好啊，这个中心应该给他们提供啊什么样的东西啊？应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啊？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啊。理事会啊，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呢，所有的这些啊，这个中心里面的啊，
看路也好，活佛也好，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也要去思考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大家都必须要反思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中心的堪舆活佛理事会以外的这些成员啊，也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进入这个中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得到什么啊，你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没有。我想你们肯定会说，我得到呀，我想健康长寿，我想我想这个去做更多的发挥，我满足我了呀，我做到了很多的发挥呀，但是这个就是错了啊，不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中心，我们要得到的应该是文字秀啊，而不应该是什么其他的这些心识的东西。所以我们三个角度啊，一个我们的主持方丈啊，主持方丈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活佛堪舆，我们也要去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啊。然后这些理事会必须要，如果理事会的想法都是世俗的商业化的这些东西的话，这个是非常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也应该去思考，然后成员也应该思考，我们三个方面从三个角度去思考，这个无论它的规模有多大，这个中心应该去做什么啊？对信徒应该提供什么，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做法是不对的啊。如果仅仅是我们自己不对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以后的佛法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影响，严重的影响啊。最后呢，我们大家都懂智慧做这些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都是我们慢慢的就大家都认为就佛教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中心一直都搞这些发挥啊，从来都是这样子啊很多人觉得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很早以前我们的这个中心的负责人，上一人再上一人再上一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需要别的啊，最后大家都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创建文思秀。首先我们去闻的时候呢，至少在第一轮上，我们的意识就开始变成了明心开始变成原来的悟明的心，现在开始变成明心了，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思考思考，要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佛教的教义佛教的观念，佛教的观点，佛教的很多很多的理念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去思考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的学历很高的基础很不错的基础很不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反思的话，我想我们比一般的人的这个思维的能力还是比一般的人好，所以很快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很多很多的观点真的是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一定会每个人都自己会发现的所以第二步我们要思考，然后呢通过思考我们的意识又更加的进一步的变成了明心越来越明原来的这个我们离这个最早的这个无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我们这么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的这个心就越来越明澈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光明没有以前那么的黑暗越来越知道很多很多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
才会发现啊，会发现佛教的价值和自己的这个修心的啊，修心的意义啊，这些都不需要等到下一世啊，不要等到下一世，再下一世，这一生当中就会知道的啊，就会知道的。我们上一次好像也给大家讲过，我们很多人说佛教啊是为了来世啊，不是为了现世啊。告诉大家，佛教不是为了来世啊，佛教根本就不是为了来世。嗯，那有些人说啊，有些人觉得佛教是为了现世啊，就是我们做好事，然后呢现世过得好一点就可以了啊。佛教是为了这一世啊，那告诉大家，佛教更不是为了这一世啊，这一世。佛教也不是为了这一世啊，那么当地佛教是为了什么呢？啊，也不是为了这一世，也不是为了来世，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这些，他是为了智慧和为了慈悲心的提升啊。他是不管是这一生也好，来世也好啊，为了提高自己的觉悟，为了提高自己的智慧，为了提高自己的慈悲心，这就是佛教的啊目标。不是什么这一世过得好，那一世过得好啊，过得好啊，自然而然就有了更高的慈悲心，有了更高的智慧，自然而然啊，人过得会幸福的啊。但是生老病死我们没有办法呀，只要有这个身体，就会有生老病死啊。我们念珠念的再多也好啊，心善心再多也好。生老病死，佛陀早就已经说过了，这是一种我们的自然的规律，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破坏这个自然的规律。生老病死有的啊，但是呢，我们该有的一个人该有的这个幸福，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满意度啊、满足啊，会有的，会有的啊。但是他的目的是不是这个？他不是为了今生，也不是为了下一世，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佛教就是，佛教的目的是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慈悲和智慧，然后提高这个慈悲和智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啊帮助，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啊，更啊为了啊欢心啊。更多的梦中的人啊，梦中的人，做梦的人，这就是佛教的目的啊。它不是来世，它的目的不是来世，也不是今生，嗯，啊，不管是今生来世啊，它的目的就是这种啊。所以我们啊知道佛教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要大家要去啊把自己的心啊。逐渐的变成明心啊，这个是很关键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不要太高了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走捷径的路啊，一下子就瞬间就可以把它变成明心啊，这个不可以的。我们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都要转很多很多次啊，不像不可能一转就马上就可以很干净。没有这样子的，还要转动转动转动，最后就干净了啊！以前没有洗衣机的时候，那么人体洗啊，要洗多久啊？大家想想，嗯，所以啊，我们这些烦恼啊，这些无明就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啊！这么根深蒂固的东西啊，一下子就清净，这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急功近利啊，大家要眼光放远一点啊，修心就是一个长远的计划，长远的计划啊，这样子我们首先啊这个闻，然后再去思，然后最后呢啊就是修啊闻思修啊，修的时候啊修的时候，从这个藏传佛教的修心的方式。啊，从藏传佛教的修行的方式看的话，那它的这个顺序，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很多啊。首先是用啊，用这个四千心，嗯，四千心里面的包含了什么呢？我前几天已经介绍过了啊。
首先我们去修思迁心啊，那这个思迁心的具体的修法呢，我们就明后天会给大家介绍为大家具体的这个修法啊，然后给大家介绍。嗯，就是修思迁心。嗯，修的思迁心，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结果就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啊。思迁心，他就发现我们的人生很痛苦的很痛苦，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确实是痛苦的。大家也好好想想，我们大家想想啊，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好，空气好然后各方面都很好啊，但是我自己的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还是不自由啊。还是不怎么幸福啊！原来我们认为我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住，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但是真的住了以后呢，几个月以后呢，半年以后呢，我还是不怎么幸福啊。然后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我有一个名车开啊，我觉得很感觉很好啊。那开了以后呢，两个月以后呢，也就不怎么样了啊。然后等等等等，所有都是这样子。算了，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人在新加坡也好，在美国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在反正在这个地球上不管是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样的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差异环境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有这样子。但是呢，人的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你不管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最终我们都发现我还是不幸福还是不幸福。尤其是年纪大了往后面比较靠拢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空虚实际上一辈子就这么奋斗就过去了，现在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很空虚很焦虑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轮回当中，我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我能够看得出来没有什么幸福的路可以走过去我认为如果拥有这个东西我很幸福的这些我都有了都有了，但是他们都没有给我带来最终的这个幸福那么以此类推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东西也就是这样子也就不过如此那这样子我这一生当中我好在是一个人，我还是很幸运的但是如果下一世我不是人那怎么办如果是人那如果我就投身到一个这个地球上的一些非常糟糕的这个环境当中，那我怎么办如果不是在那个环境，还是在这里但是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层次呀如果我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底层的人，那我怎么办都去想一想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还是我要超越了好如果有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升到濒死这个是应该是最理想的我没有超越，在这个框架里面这个轮回的这个升到濒死的这个架构里面，我要生存下去的话，那前面的路确实是非常的坎坷没有什么这个希望所以我还是超越它我要解脱这种心就会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了有了出离心的时候就上了一个台阶实际上这个出离心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全部都是来自于华严经、法华经，很多很多这些现宗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还有这个还有很多都是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佛教里面来的，都是这样子但是呢，藏传佛教把这些教义没有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把它弄成一个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方法论
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了一个思维的模式，这叫做修思加心，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去修菩提心。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超越了还不行啊，那么多的人，光是在这个地球上，光是在人类仅仅在人类也有70亿人口啊，我其中一个人解脱了，这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这么多人还没有解脱，所以我不能我追求我一个人的解脱，我还是要应该去追求大家的解脱啊，这样子以后呢，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有了，心胸很宽阔了，然后就为大家着想，菩提心有了，然后就更加的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呢，我们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修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罪过忏悔前几天有一位师兄也提了这个问题，问题提得很好，比如说我们说正悟空行是最好的忏悔的方法，但是呢还没有正悟的时候，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罪业的话，那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正悟，所以呢还没有正悟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业减轻到一定的程度减到一定的程度不能说完全清净了，但是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否则的话我们不能正悟。所以修金刚萨埵的修法清净自己的罪业，然后同时需要这个积累福报菩提心也积累很大的福报，金刚萨埵也积累很大的福报，但是他们都是不是为了专门去修福报的福报我们还是需要的，没有福报我们证悟不了证悟不了，需要有福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积累福报的这个积累福报的修法，那这个是积累福报的这个修法是什么呢积累福报的修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曼陀罗，我们修曼陀罗大乘的起止功这是最最最殊胜的积累资粮的诀窍大乘佛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积累资粮的方法，但是起止功曼陀罗是最最最好的最好的一个积累福报的方法，那我们就修这个来积累福报然后最后我们要证悟空性证悟空性的话，那还是需要这个上师的加持有上师的加持，善知识的加持，也就是我们需要上师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力量力量，当然最终证悟是我自己证悟不是上师证悟，也不是上师的证悟靠背给我们这是没办法的，但是呢他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力量才我能够开悟需要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这个力量呢我们去修修这个上师瑜伽修莲花上大师的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证悟的这些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都具备了我们有了菩提心，有了菩提心罪业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应该是说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清净了，然后也积累了这个资粮然后呢也有这个上师的加持这些都有了，那么该有的这些条件都具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四加心五加心全部修完的以后是什么，然后以后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圆满里面呢是怎么讲一个
是献无啊，后修啊；另外一个是显修后无啊，有两种方法。我看到这个大陆诸师的禅宗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他也有个先无后修，先修后无这样子啊。那什么意思呢？大圆满他自己的啊，他的方法啊，他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加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四加薪不加薪以外，在大圆满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加薪，实际上它是一种啊内在的一种修法啊，有一点修法也是属于潜心啊。那么这些潜心啊，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去修这个大圆满，修大圆满。然后就证悟啊，或者是修禅宗啊，修禅宗就去啊，去明心见性啊，都可以，都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然后证悟了以后呢，再继续修啊，再继续修，因为那个时候的证悟啊，它虽然是有证悟，但是呢，它也没有禅定啊，它没有禅定的。虽然他开悟了啊，但是他的心还是静不下来的，只能在短短的时间当中能够静得下来。他很快啊，然后就被其他的杂念啊破坏啊断掉这样的。那是因为他没有禅定，所以证悟了以后就继续修啊。这个无证悟当中已经包含了禅定，如果这个证悟的状态再继续下去的话，这个里面禅定的功夫也就会出来啊，这叫做现无后修啊，这样的。那这种做法啊，我们不适合多数的人啊，大多数的人不太适合的，有个别的人像诸慧能大师这种人就叫做现悟后修啊，他在之前没有修啊，他就是在宏愿去干活啊，天天都干活，干了八个月啊，他就是天天都干活，没有学习，没有去修，开悟了啊，开悟了以后修的，就叫做现悟后修。个别的人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多数的人是不能这样子啊。那我们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呢？显修后无。这个显修的意思呢，我们把全部的这些啊，这个前心啊、思前心、无前心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有一到两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一到两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上班族啊，根据一个上班族的时间来说啊，就大概就是两年左右这样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修禅定啊，禅定。这个禅定啊，跟我们南方佛教讲的这个四禅八定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密宗的这个方法啊，这些方法都是修禅定，实际上内容啊都是南传佛教这个四禅八定不仅仅是南传佛教啊，南传北传都有的，大家都比较重视，它是一个基础，然后就去修啊这个。禅定啊，就修一到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把心静下来，静下来啊。我们要证悟的话，就必须要心要静下来啊，心特别特别浮躁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杂念啊都存在的时候呢，要证悟是比较难啊，所以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比较清楚地看到它的本质，它的本质，
这个我们很曾经也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水啊，河流的这个速度很急的时候呢，我们几乎啊看不见这个河底下的啊这个东西都看不见的啊。让这个河流的啊速度很慢很慢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河底下的啊石头、草啊这个等等所有东西，我看得一清二楚啊。同样的，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才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本心啊，他的本心啊。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这样子比较合适的啊，大多数的人呢，我们把这些全部的加薪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一到两年的时间啊，修这个禅定。修禅定，这个时候的禅定，我们有南方佛教的方式去修四禅八定也可以，用藏传佛教密宗的方法去修这个禅定也是可以的啊。方法不一样，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结果啊，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然后修了一到两年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啊，已经啊，就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更加的上了一个台阶啊。有出离心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上一个台阶，有不离心又更加的上了第二个台阶，然后修了这个金刚萨埵，然后我们又上了一个台阶啊。修完了这个八叉罗的时候呢，又上了一个台阶，修完了上师瑜伽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台阶，最后修一到两年的禅定，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我们的心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了明心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少的这个烦恼最好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去修大圆满、大收音或者是这个时候如果对禅宗感兴趣的话，那从这个地方进入禅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怎么样都可以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这个根基已经很成熟了所以那一个方法都管用那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所以走哪一条路都不行，都不能证明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就尽量的提高自己的这个根基我们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成熟我们自己的根基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这个差不多了，我们的心已经是走到比较高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跟这个法大圆满禅宗都比较相适应了，适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听然后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非常成熟。这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很非我的土壤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我的土壤一样现在可以种庄稼了现在就到时候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大圆满就很有希望很有希望证悟了很有希望证悟这个时候证悟呢，我们的心呢已经是变成了明镜了变成了明镜以后呢，它就可以坚信它可以坚信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是很成熟，已经是变成了明镜，然后可以坚信，他可以见到这个本心能够见到本心。这是我们怎么样明心见性怎样明心见性的全部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全部的过程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啊，看见我们自己的本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昨天啊，已经教过了啊，什么是本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本心会有很多很多的语言，用很多很多的词汇来表达啊，但是最终就是我们必须要证悟我们的心啊，就是空心啊，心就是空心，最后要干证悟到这个空心，这才是对的啊。我们这里念一下大目住持的啊这个论，这里面讲，我心空寂啊，我心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你我他的我啊，佛菩萨啊，就是叫做我心啊，空寂，空和寂是什么意思呢？寂就是非常非常的寂静啊，非常的寂静，不烦躁啊，没有任何的杂念啊，没有任何杂念，这个是寂寞的寂啊，但是不是说我们的心很寂寞的意思啊，这个是寂静啊，非常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寂静，寂啊，然后非常的寂静，这个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可以达到，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平静。但是还有一个字就是空啊，空寂啊，这时候我们的心就证悟了啊，证悟了空和寂啊，空寂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的，非常的寂静的状态啊。同时呢，也有啊证悟空性的智慧啊。大家必须要记住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修禅修的人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修南传佛教的禅定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修藏传佛教的大乐门和大声音的人，很多人啊，我们会共同的会犯一个错误啊，我们大家有可能犯一种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大着以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非常非常平静啊，就是似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这禅宗里面讲啊，万里无云，万里清啊，这就是说没有杂念啊，就像我们这个天边啊，没有一个云朵的时候，就整个的天就是一片蓝天啊，没有任何一个啊一小小的云，一朵云都不存在的时候的一样啊，这就是他在描述真无的状态啊，真无的状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这个斯禅法庭啊，打坐寂止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心特别特别的平静啊，平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看看啊，禅宗的这些书，我们觉得我好像证悟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啊，就万里无云，万里清，就我就是这个感觉啊啊。我们很多时候啊这样子认为，但是必须要知道啊，这是一个平静而已。这种平静啊，不但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外道啊，像印度教这样子的外道啊，他也可以进入这个状态。这就是我们佛教和外道的一个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基础啊，大家都从这个基础出发的，这就是这个佛教和啊，像印度教里面的很多的瑜伽师啊，我们大家的出发点啊，就是这样子，从这个地方大家走两条路啊，
一个是走解脱道，另外一个就是走世俗的道啊。那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既可以走解脱的路啊，也可以走轮回的路啊。所以这是这个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这个啊，不是正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啊，有没有这个空这个字啊。但是感觉上空也有了，好像是一切都空了啊，没有任何的不空的东西啊，有这样的无念的状态。所以我们很多人啊，最终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照一个善知识啊，必须要照一个善知识。昨天大龙祖师也讲过了啊，必须要照一个已经开悟的善知识啊。他没有开悟的话，那就是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大家都不了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啊，可以看啊，美国在哪里啊，加拿大在哪里，新加坡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啊。但是我们没有去过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它本身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在地图上都可以看啊，我们会讲啊，这个新加坡在这个地球的啊什么的经纬度上面啊，我们可以搜啊，但是呢从来都没有去过的话，他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同样的，我们理论上这些都可以讲啊，但是因为自己没有体会啊，没有体会，所以呢啊，这个弟子证悟了还是没有证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有证悟的啊，有证悟的这个善知识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的。然后有证悟的善知识来啊，确定我们的是证悟啊，有这个有证悟的善知识来啊，确定我们的是证悟还是禅定啊。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分不清楚。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还在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所以我们上面的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空性。但是再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发现，哦，原来不是，原来其实差别很大的啊，其实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最后的一个台阶我们没有上啊，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空性啊，其实不是。所以这里讲空啊，希望我们很多人啊，修南传佛教的这个修禅定的，最终也必须要照到无我和空啊。空就是永远的不变的一个标准啊。如果你真正的这个感觉到了无我空心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啊，是一种开悟，是一种证悟。还有我们很多的修禅定的人啊，很多人都修禅定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高度的怀疑啊，这些修禅的人到底有没有分清楚啊？像大圆满里面呢，有发身和发身和阿赖耶识的区分啊，然后就是这个意识和智慧的区分啊，大圆满里面太多太多的区分，讲得特别的好啊。然后呢，有证悟的人，然后你自己有这个经验的人，一下子很清楚了啊。所以没有这些标准的话啊，没有这些标准，等于就是没有这个路牌一样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路牌的地方开车，我不知道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路牌啊，是难啊，很难往前走的。所以啊，不管是修这个南传，还有修禅宗，必须要有政治正见。有了政治正见，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认为我已经开悟了啊，不会的。所以这个
闻啊，闻思才是最重要。闻思啊，就是一个啊，闻思就是一个这个导航啊，导航。我们现在每一个车上面都有一个导航，这个导航啊，如果这个导航系统出了问题，它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不好说啊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导航。这个准确的导航在修行的道路上，准确的导航第一个是什么？是善知识啊。第二个，光是有善知识没有用啊，善知识要教我们的。如果他什么都不教了，他很伟大，他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就这两个啊，第一个是善知识，第二个是我们想善知识哪里接受的这个正确的佛陀的教育，这两个就是我们的 GPS 啊，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啊，本无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啊，不是现在没有，从无始以来本来就没有啊，没有什么呢？相貌，如是相貌啊，相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话。有男女老少，有性别的相貌，有形状的相貌，有颜色的相貌。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形形色色的这个世界，叫做相貌啊。还有我们内在的相貌啊，内在的相貌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感受，痛苦、快乐的感受，然后对感受的执着，还有我们特别特别多的这些想法啊，都叫做相貌。没有这些相貌啊，没有这些相貌。若趋相即是魔啊，如果我们去执着这些相啊，这是魔啊，这就是魔鬼啊，相貌。进入邪道啊，它完全就落在邪道当中了。啊，完全就落到邪道当中，所以我们啊，最后就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想啊、有无啊等等，不能有任何的想。那怎么样能够达到呢？我们修禅定啊，一步一步进，一步一步走的话，这个就是很安全的啊。最终的唯一的标准啊，就像我们。在海航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这个目标就是灯塔啊，海岸上的灯塔啊，一样的东西什么呢？最好的灯塔就是这个空啊，空心的感受啊，是终点站的这个灯塔啊。然后这个每一个修行的时候呢，这个路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讲出离心第一站。菩提心是第二站啊，然后金刚萨埵，这些都是一站一站一站啊，最后的整无就是终点站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想想，我们不到第一站能不能到达这个终点站？这不可能的吧啊，不到第一站要到达这个终点站的话，必须要经过啊一站二站三站这样子才过去啊。所以我们的文思的这个次第是一个相当重要啊、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听了特别特别书上的特别高级的高深的这些法，但是没有得到，他听完了以后呢，还没有得到什么啊。我们会说我们心里已经播下了个什么种子也看不到啊，除了这个种子看不到的种子，这个银杏的种子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那难道这些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作用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心的次第不对，一开始就攀到最高攀到最高这个时候最高的地方摔下来，这很残忍的啊！大家记住，所以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是比较踏实。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接下来我们有什么问题请。
大家提问，我们互动交流。请问上师，密宗修行能够不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是不是因为密宗能够快速跨越资粮道和加行道，到了见道位，显宗和密宗就没有区别了？不是，这个不是密宗的特点啊。我们大乘佛教里面叫成佛，最快最快也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这个大波诸师也讲过，藏传佛教的这个大圆满里面啊，龙清那尊者也讲过了，实际上显宗和密宗他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就很快就会成佛的。请问世师如佛应该放在哪个阶段？盲目的世师如佛会不会将上师神化，对学习佛法带来障碍？会的，会的，说的对。我们首先密法啊，密法它有两个条件啊要求啊，一个呢，我们把上师当作佛，这也是密宗的要求啊。另外一个呢，它也不是说啊，所谓的上师自称是活佛，自称是堪布，自称是善知识的，这些所有人我们把它当作佛，那我们这太愚昧，太愚蠢了啊！所以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要观察上师。如果啊，密宗里面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些标准，他的条件全部都具备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佛啊。但他是不是佛呢？啊，不一定的。实际上，他不一定是佛啊。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上师当佛呢？实际上啊，比如说今天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对我呢？佛还不是讲经说法对我们吗？他不可能让我们的身上发生什么奇迹啊！什么都不去啊！我们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一下就成佛，没有这样子啊，当然没有这样子。所以佛还是给我们讲经说法，对吧？让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成佛。佛度化众生的方法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工作啊，今天对我们来说，谁在做这个工作呢？还不是上知识在做这个工作吗？啊，所以他不是佛，但是他是佛的诸受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诸受啊，他为释迦牟尼佛啊，他为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传递佛陀的这个思想和佛陀的观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啊，他就是像佛一样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像我们的饮用水的水库啊，水库哦，然后呢，然后饮用水的水库啊，你们应该新加坡应该有饮用水的水库吧？我听说你们在喝再生的水啊，就像太空人一样啊，喝再生的水。那再生水也有一个，再生水也有一个水库，大家知道是什么啊？再生水的水库是什么？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佛就是这个水库啊。然后呢，佛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善知识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些善知啊，都像自来水的水管啊，管道啊。然后呢，水龙头我们可以直接去操作的，不是那个水库，也不是管道，管道埋得很深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水库离我们很远的啊，我妹妹，我现在可以操作的是这个水龙头啊。那么水龙头是我们自己的根本的上师啊，根本的上师。所以没有水龙头，水也不会到我这里啊。然后呢，没有管道，也不会有水啊，没有水库，那当然也不会有水了。所以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啊，其中不能少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而且离我最近的不是水库，也不是管道，而是这个水龙头啊。所以呢，
密法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上师可以当作佛。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上师已经真佛了，已经是真佛的国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他的觉悟有多高啊，他在给我们完成佛的工作啊。从这个角度，我们把它当作佛这样的意思。上师好，对自己班的法师没有信心，总觉得他没开悟，但对上师有很强的信心，这样的情况对自己的修行会有障碍吗？这样太厉害了，你们知道念你们自己的这个法师开悟不开悟都知道吗？太厉害了。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僧团里面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他不管是他人的内在的觉悟，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衡量啊。比如说他的行为，他的各方面特别特别差，我们觉得根本就连一个佛教徒的标准达不到。但是呢，内在的这个真悟已经很高了，这样子是没办法排除吧？有可能有，但是我们平时就对一个人的这种评价，还是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来评价啊，其他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个猜测而已，我们没办法用这个来衡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上师确实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如法的，至少我自己认为有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反正我个人就对他这个生不起心性肯定是有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之前他没有给你穿过什么饭关过钉那就好了，你自己走走人就可以如果之前关过钉穿过法这样子的话呢，那还是有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因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对他尽量的保持一个至少一个尊重至少就是需要一个保留一个尊重的心态不要去诽谤，不要去说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保留。今天这个有问题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距离是最安全的还是稍微离开远，离得稍微远一点比较好。尊敬的师父，请问证悟空性是否就是打破我执和法执？禅宗用参话头，密宗都有什么方法呢？谢谢。是的，第一个问题呢，证悟空性就是打破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执着禅宗是以禅话头，那密法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禅话头的这个内容，比如说禅宗禅话头，比如说他念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心里面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这叫做话头出来了以后呢叫做话位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声音没有出来之前，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去看有些时候呢，禅宗就叫看他的助人功是什么，助人功那这个就正好是密法里面也有这样子。实际上这两个观察的方法呢，密宗和这个禅宗里面都有很多一样的方法，这些话头，但是不叫密法里面不叫禅话头，不会这么讲。实际上有这些方法都有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这个我们以后真实去学密宗的时候，慢慢的去了解。顶礼上师三宝，上师在很多的经论中有讲到，佛性是不生不灭。还有昨天上师也是讲过，阿赖耶识有染污。问题是什么时候清净的佛性变成了染污的阿赖耶识？还有贪嗔痴三毒怎么会升起？怎么样才能熄灭三毒？
阿赖耶识它是已经被染污以后的一种现象啊，它的本质是佛性，但是它还不叫佛性啊，它是佛性是永恒的，阿赖耶识是无常的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但是我昨天讲的是，有些时候啊，佛经里面呢，阿赖耶识这几个字，有些时候他用的是这几个字，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容他要表达的就是佛性啊，这个有些时候有的，但是通常啊，阿赖耶识和佛性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啊，名词、用词有些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啊。还有这个贪嗔痴三毒怎么来怎么生的？比如说，我对这朵花啊产生了这个贪心啊，我觉得这个花特别的漂亮，我要回去啊买一束这样子的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哦，它有三种原因，在三种原因的情况下，它会产生啊。第一个，我自己心里本身就有这个贪欲的欲望的种子还没有打破，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了，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可能并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我心里啊，第一个有这个种子，然后第二个我看到啊，如果还没有一个条件的话，也不会产生。另外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把这朵花当成一个很美丽的啊，很美丽、很漂亮的东西，我怎么去执着它？然后就这三个啊，种子、执着、看见这三个啊是因素，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烦恼。师父，请问在南传的修行方法中有提到见光的体验，请问这与心的明性有关吗？提到什么？提到见光，光明的光。见光啊，看见的见。看见的见。见光，什么时候提到见光？在南传的修定方法中。南传的修。修定的方法。修定的方法中。南传还有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就修禅定的时候，通过光，通过颜色啊，还有通过地水风火修行的禅定，有的可能是其中一个，我不清楚。就有这个见光这两个字这样分开的话，我不清楚，要看一下它的语境，它出现在什么地方，要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才知道它的意思。师父六识吉祥，请问明心见性既是证悟空性，那就是成佛了吗？不是说悟了的众生即是佛吗？明心见性还不是成佛，明心见性啊与成佛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中间站之前的就已经走到了两三站，但是呢还不是中间站。请问上师，根据《黑蛇总义》经典中论述，明白了观察绳子不同的现象来认知空性，请问上师如何理解误把蛇观察为绳子而被蛇伤害的现象呢？这问题我没有听清楚，他们如何理解错误的把蛇观察为绳子而被蛇伤害？如何理解？这个不是说我们把绳子误以为是一条蛇，然后这条蛇来伤害啊，它不是伤害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实际上这条绳子它根本就不是一条蛇啊，但是呢我们
认为它是一条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对蛇的恐惧啊，对蛇的恐惧，然后我们晚上睡不着啊，很害怕呀，这些就是它的手啊，这是手害。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把一条生者误以为是一条蛇的时候呢，这个蛇过来咬我们啊，不可能是这样的。阿弥陀佛，顶礼上师，请问极乐世界是一个外星球吗？是一个外星球，说得对，就是一个外星球。是极其发达的外星球吗？阿弥陀佛是外星人吗？阿弥陀佛是外星佛，应该叫做外星佛啊，也当然也可以说人也应该是可以的，是实际上人我觉得有点不恰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我们会说是人？因为他就是没有成道之前就是一个人，但是阿弥陀佛呢，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应该不叫人，应该叫做外星佛啊，应该准确的说应该是外星佛。然后他是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世界？科技可能没有什么发达，但是内在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请教上师，一个杯子能盛水，因它具有空性；一个破了底的杯子不能盛水，因它不具有空性。我这样对空性了解是否正确？好像不太正确。这个不是这个破了的和没有破的杯子能不能盛水，我觉得跟空性没有什么关系，跟破和不破有关系。上师好，上师昨天提到了缘起赞，在慧灯之光中注明受得四级以上灌顶才能阅读，请问上师什么是四级灌顶？我们现在可否阅读缘起赞？缘起赞没有说要四级灌顶哦，缘起赞不需要四级灌顶，缘起赞根本就不需要灌顶，不需要灌顶，是不是字打错了，还是自己看错了？顶礼上师，请上师开示：心性、本质、明心、空性、觉性，是不是同样的意思？谢谢上师。这些是大致上，这些都是同样的意思，大致上都是同样的意思。顶礼上师，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说过，我们要以戒为师，但是密宗的说法是必须依止上师，弟子不明白，请上师开示，感恩。如果不依止上师的话，这个戒从哪里来呢？大家要想想。戒啊，当然要以戒为师，但是戒还是有人传的 啊，谁传呢？啊，戒律里面啊，这个传戒的这个人就叫做上师，所以以戒为师，戒由上师诞生啊，所以上师需要，这不矛盾的。上师，地藏经是佛在当立天为母说法，非常殊胜，但很多人对他的持诵有很多误解，比如说念地藏经鬼会跟着你，晚上不能念地藏经会有很多鬼来，不敢念，那么请上师开示，可以让大家放心念，谢谢。本来就可以放心念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实际上这个空间啊，我们的这个空间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和我们看不到的声音，但是呢这些声音跟我们之间有一个隔阂啊，这个是仪用这个居士轮啊讲，用仪业力隔阂的，所以
我们的业力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在一个同样的空间，但是相互之间也不会影响的。所以即使是晚上有很多鬼，那你不要去香你也看不到，所以不会有问题的。请问上师，圆觉正得色法空，唯识宗正得二取色法空，二取色法空，安立万法为实。那么圆觉和唯识宗的所证有什么不同？唯识宗的证悟呢，还没有完全的证悟，它只是证悟了二取。二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的意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视觉就变成了两个视觉，一个是一个是这个一花一朵花的形式，另外一个呢就去感受这个花的一个感受的形式，那就叫做二取。但是他们认为没有这个二取，二取是错取，但是他们认为阿赖耶识是没有二取，它是真实的啊，它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我们要分两种唯识宗。唯识宗是一个是轮的唯识宗，轮的唯识呢，事情菩萨啊讲的像唯识二识、唯识三识这样子啊，一个叫做佛经的唯识，净唯识和论唯识啊。净唯识呢，就像解深一经，还有汝楞伽经啊，这些叫做净的一个唯识。那论的唯识呢，它的真悟是还不够深啊，它只证空心的一部分，所以呢，这跟圆觉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高度和高下的区别啊。它还意思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的证悟。然后净唯识啊，净唯识呢，实际上它讲的世俗的方面是就类似于唯识，但是实际上它的证悟的角度呢，叫应该是达到了这个中观的境界，所以这个圆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圆觉的这个证悟的境界我还不太清楚啊，我觉得大致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请问上师，弟子曾发愿受三年把八关斋戒，因为长期生病没有圆满怎么办？没有圆满的话，就现在可以继续了，只能这样子。下一次有人守的时候，重新守，再守戒。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顶礼上师，请问上师，随念上师的方法是什么？是随念唐卡中的上师、相片中的上师，还是皈依境中的上师？是空性的吗？感恩上师。所有的都是空性，对，空性没有一个是不空，不是空性的，都是空性。我们随念上师呢，也不是随念唐卡中的，也不是照片中的。比如说我们随念啊莲花生大师的话，我们随念当时的莲花生大师。如果我们随念法王如意宝的话，那我们随念当时的法王如意宝啊，不是随念唐卡，不是随念照片。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慈悲的说，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很慈悲的说要问我一个问题，谢谢，非常感谢。请问上师，一心念佛可以明心见性吗？以心念佛如果具备其他的条件的话，一心念佛也可以明心见性，但是如果不具备其他的条件，光是念一心念佛也不一定。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说，一心念佛啊，念得非常的这个虔诚，如果有了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全部的条件的话，那他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往上的时候呢，立即就征服了。那这么讲的话，那这一些年我也是可以啊、可以这个明心见性的，可以明心见性的。Sonumda iyi tamca hazır bani Dondu iyi bir canı bacı Girgan acı balon cepa Çıbın zolü doğa duruş o Homa ahum bandırın gır Bama sırdı hum Homa ahum bandırın gır Bama sırdı Om Aum Bandrungur Bama Sa